像也没像就一脸认真的说着，只是我下船的时候明明就有看到。我不喜欢那种的，就算被戳破谎言，语气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。挑个别太差的就好啦，反正也是提醒自己用的，不然我那个一开罐拉还给你哦。我不要小摊贩送的。那是说拉环 OK？ 我也不要拉环，又不是半家家酒。啊，在想什么都被你猜到了。好啦，你网络上看到喜欢的再订，不送外岛的话，我再帮你拿就是了。不等我讲完，子衿已经点头同意，还露出很可爱的笑容。其实打从一开始就想叫我帮他买，不过算了。就这样随意聊着到家里，开门时还很怕扑鼻而来的美味，没想到却轻轻爽爽的。对哦，刚才好像提到慈心偶尔会来看一下房子的状况，我现在你有开窗子让你面透气吧？想到又有空的时候才会来，不然一直闷着感觉很难过。他已经脱了鞋子换上一旁的拖鞋往厨房走去。所以谢谢啊。开始清扫工作后才发现慈衿比我还要守这个家。水桶位置那扇房门不能太用力开，那盏灯已经坏了。你其实偷偷住在这里住过几天对吧？像度假那样。哪有，可以问妈妈，我都在家里帮忙。动摇了，其实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，但他认真否定的样子也颇好笑的。偶尔啦，来看看的时候顺便休息一下之类的。哦，忙里偷闲一下也好啊，别太辛苦了。原先的床垫早就扔掉了，现在直接用折叠床铺在地上，而我手上刚好拿着要去晒的垫子跟棉被。偷偷把脸凑过去闻起来，有一股美味。有。他已经把重点区，也就是我的房间桌椅都拆了一遍，现在忙着约略扫扫室内。这个距离本岛或大陆都十分遥远的离岛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空气，外就算是室外的凉亭也少有灰尘，家里当然也还好。话说还，既然你平常都会回过来，那怎么不顺手扫一下就好，服务大家不好吗？哈哈。糟糕，好像生气了。开玩笑的，我自己扫还不知道要弄多久，两个人一起弄至少不无聊。室外阳光很强，总光把
光是把棉被举起挂好就已经开始流汗，就算到晚上如果没有冷气应该还是会很难睡啊。冷气该不会坏了吧？常受海风吹拂，这种室外的机器最容易故障，如果坏了就麻烦了。回到室内才注意到自己的鬓发贴在脸颊上，看来觉得热的不只有自己而已。冷气不知道有没有坏，没坏的话开来吹吧。可是打扫的时候门会一直开开关关的。没关系啊，先让它转转看，不然看起来没坏，晚上睡觉开起来才爆炸，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不好笑。虽然这么说，他还是帮我打开了近十年的冷气机。轰隆，最近稍微震了一下，那瞬间我也有点怕这台破旧的冷气机会这样炸开。不过似乎开始运转了，发出的噪音也不像一开始那么夸张。好像没有坏。他踮起脚，把手探到出风口。凉凉的，太好了，不然这么热还不知道要怎么办。说着这边开始把门窗关上，自己停下工作，大概是想要劝我把冷气关掉吧，不过后来放弃了。台北晚上也很热吗？可能是盆地的关系吧，它晚上还是热的跟蒸笼一样，这边可能会比较好。哦，最近其实也不太清楚，因为他旅馆几乎24小时都开着空调。如果冷气出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到你家去借住喽。可是暑期是旺季，如果没房间，你跟我们睡。不，这件事要是被你爸知道，我一定会被杀死。他把事实放到嘴边，很认真的在烦恼的样子，明明就是一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没问题啊，大不了睡沙发就好。对了，这次从几号开始满房？后天。你哪天要来住呢？不是那个啊，我是问从哪天开始帮忙。都可以呀，你才刚放假，要不要先轻松几天呢？不用啦，这里有家的感觉，回家感觉就已经是休息了，不用为我考虑太多，你只要想好店里的状况就好。明天？后天？其实也没有那么急，像这种时候通常前面那个才是他希望我选的选项。那就明天下午吧，一样是准理可方对吧？子锦听到后果然露出难得的笑容的微笑，像这种事也是相处好几年后才发现的。谢谢，跟以前一样，下午没事的话可以到处走走。 OK， 寒暑假是旅游旺季，紫锦家的旅馆由于位置不错，经营也还算用心，所以生意一直都很好。从国中起就会在这两个时段去那边打工，主要是清洗被套、床垫、拿去晒之类的，大概3-4个小时内就能完成的工作。不然一整天都没事做也有点无聊，岛上就这么大，就算到处绕一圈打打招呼也不用几天就走完了。扫好啦，谢谢你来帮忙，请你吃个饭吧，吃个午餐吧。时间刚过中午，早起又不停的在走动，现在已经饿得受不了。可是我差不多要回去了。有事情就直接说话，都认识多久了，我自己打扫也收得完了。